好，又系我啦。我哋依家就向住再深一层嘅回廊进发啦。赞咯，跟住 P， 好摇添。好，我哋就到达第二层嘅回廊。咦，只要他們去 No Access 那邊走的，這三個矮的小朋友，我們快點跟著他先。你看到這三個矮的小朋友了，看外面呢，就是我哋再戰的主要戰場啦。影住個。我唔知啊，唔係呢條樓梯，嗱嗱嗱，隔離嗰條先係上啊。隔離嗰條開唔開都有問題啊！而家我哋再睇下，全速輸中機，冇曬，全速輸中機第三層啊。咁咧就上一個山仔上面嘅，上面就有五個塔，太光我都見唔到。轉頭第二遍再嚟啦，拜拜。